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国产花卉介绍，农委会过来补助2000多万，和中华县政府支持在地各中小学推广幸福花艺美学疗愈的计划。中华市滨河国小阁特别聘请专业的花艺老师，来到校园指导老师甲学生花艺美学，阁开邀请到学生的家长做回来学插花。学生活动中心内底充满花香，学生囡仔甲家长做伙学插花，毛阿公专程来学校陪孙仔同齐学花艺，跟孙子在一起玩啊！给小朋友一个兴趣啦。花艺老师讲，一盆花爱插好水，其实真简单，只要充分运用各种花材的特色，一层一层来插，一盆美丽的花艺作品就完成啊！没什么诀窍，只要每一个材料散开来插，它是一个圆形的，对。然后下面的部分要稍微短一点，它的弧度会比较漂亮。如果你上面很高，下面很短，就变成一个菱形了。对。校长讲，管府教育处推广幸福花艺美学疗愈计划，滨河国小伫咧家长会的支持之下扩大办理，唔呐聘请专业的花艺老师来教，更加邀请家长做回来学。我们特别聘请我们在花艺有专门的老师吴老师呢，来带我们做一整天的活动。那结合了这个孩子的家长还有志工，大概有50-60个呢，共同来协助我们孩子。那我们把这个艺术的这个花材呢做得很深度，让孩子可以真正体验到学习。校长强调，滨河的幸福花艺美学疗愈计划，校方提供奖品鼓励亲子做伙动手，同齐美化生活环境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，中华采访报道。